吧。傲慢的小可爱，乖乖吃饭长身体，给你施肥长得快。刮去了，嗯，鹅人是不是？是不是鹅人？大伙儿都看着呢，出现什么意外跟我没关系啊！跟爸爸吵架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大宝贝呢？我的小可爱呢？烦死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昨天犯错挨爸打了吧？我只有你了。哼！让我们俩和好吧，来吃块肉肉。好，我错了，向你道歉。来来来，吃饭吧。哎呀，狗不大，气性还不小嘞。我讲错话了，讲错话了，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了还不行吗？来来，吃块肉肉，吃块肉肉。哎呦我的妈！太晚喽，赶快睡觉去。去啊，今天都玩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晚，明天再玩好不好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？到我里去，趴倒，睡觉，眼睛闭上。小孩不睡觉欠揍，我看你。妈妈叫拿东西，帮妈妈拿点纸。爸爸叫拿东西，仔仔去给我拿点纸来，快去啊。我怎么一叫你干点事就跟我俩讲条件？不行，去拿纸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个坏蛋，不给肉干吃就拿清洁球给我擦屁股是吧？大师那个肥水。妈妈帮狗狗洗完澡。我要变好看，要变好看。爸爸帮狗狗洗完澡。自己甩。再甩。使劲甩。哎呀！你只会这个。妈妈遛狗的时候。爸爸遛狗的时候，其实我性格特别的稳重，知道吗？到哪去也不淘气，特别能给主人长脸。哎，根本就没有那事儿。跟妈妈过马路，天会黑，人会变，三分的感情七分偏啊。跟爸爸过马路。今天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头肉牛，喝牛牛牛牛牛。你又藏私房钱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还没藏，这是什么 ？Later， 我叫你告状，我叫你告状。终于
轮到我了吧？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！你怎么会这么干？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据市容管理局最新消息，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撒手没的小狗，一律抓进宠物管教所，实行集中管理，24小时强制劳动，3天只给吃一顿剩饭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据市容管理局最新，哎呦我的妈！我是垃圾，但我的爱不是。烫，不能吃，不能吃。狗后续来了，别找了，仔仔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干嘛？干嘛呀？干什么呀？哎呦，神经啊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